哎，这也是四驱车吗？没错，我们又来了。超多钱！他有没有来新货啊？他应该没来新货吧？等一下啦，什么孬孬？其实应该我用同一台车就可以打了吧？打赢的翻倍是不是？等一下哦，我是什么东西特别花的特别多啊？马达是不是？马达超特性中立马达。我就一样啊，一样用这个就好啦。中翼轮胎，轮胎应该是要找个抓地力好了。对啊，可以啦。我觉得我的车子已经改造到最完美了、欸，这已经最完美啦、啊。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改的，电池、轮胎、齿轮，不是什么齿轮，中速齿轮，是中速齿轮。马达、侧翼，我侧翼是什么侧翼？高速侧翼、轮胎。对啊，我觉得我已经是完美改造了。来来来，让我们知道，真的没有完美改造了。来，参加大赛。打西给麦克，他是说这个吗？第二关，顽皮小子集合。顽皮小子集合是干嘛？他好像一直转弯呢。跳跃区块，顽皮小子，好，我们来顽皮小子。哎、欸，你好，王30310，你好，你好，要跑八圈。我跟你讲，你们看我那个轮胎就知道多比他们厉害哦。我的轮胎是有颗粒的，我轮胎有颗粒的好吧？冲啊，冲啊 ，fighting， 巨人五，可以的。哇，差点就爆了！阿肯，怎么会这样子？难道说小孩的世界？好吧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我问题出在哪了。来，改造一下。我知道这场的问题在哪里了，你知道吗？它太容易飞出去了。来看一下哦，超级海绵轮胎。超级海绵轮胎，好，变成海绵体轮胎了。侧翼，我们过弯力要提升一下。我现在原本是什么？我现在是高速侧翼，我们要换一个这个超级橡胶侧翼，99，超猛。但是速度好像会变慢呢，没关系。来，超级橡胶侧翼马达，我一样要用最好的马达，我还是要用最好的马达。齿轮，我知道齿轮是中速齿轮，加速力其实不用啊，我没有要加速啊，我从头到尾就只要稳稳的跑就好了。中翼
这中翼是干嘛？加重量的。中翼是啊，当车身起节时可以辅助回正哦。哦，他还有那个哦，他还有这么讲究、哦，中柱可以让他回复原来的样子。好 ，OK， 我跟你讲，我的这个，我这台车已经是完美了，已经是完美了。不，完美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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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黑刀玩四驱车？那你一定没有看过《暴走兄弟》哦，里面他的对手有很多也是黑道的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大蜘蛛啊，什么藤吉啊，都是黑道。好、哦，来，你看一下最旁边这一台，就是我的。虎哥，冲吧！虎哥，巨人虎出动，冲啊！巨人虎，哇靠！怎么这样子？冲啊！巨人虎，撑住，撑住！巨人虎，冲啊！巨人虎，加油，加油，稳住！还有五圈。觉悟，慢一点，不要太快。觉悟，觉悟，觉悟！こんなはずでは。カタ君コースアウト。勝利を逃してしまった。検討するもここでリタイアだ。次の調整を待ってるぞ。なかなかやるな。調子いいかも。勝者はご覧の通りだ。熱い声援あり。一定是我太快了，一定是我太快了，我懂。不是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我还要扣一点东西下来，减32。这样呢，20超中，不要，我坚持不加速，来，这样子应该可以了，这样应该可以了，来，这次一定可以了，我已经完全看懂这游戏要怎么玩了，有戏，来，顽皮小子集合。我跟你讲，这次改完过后，我已经完全掌握这款，掌握这个赛道要怎么玩了。来看个表演，光是看这个车型就知道我的胜算是很大的。冲啊，巨人物！冲啊，巨人物！巨人物在搞笑吗？为什么巨人虎不动？巨人虎，冲啊！巨人虎，巨人虎，巨人虎在搞笑吗？巨人虎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このまま調子いいな。風に乗れ。
勝者はご覧の通りだ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没道理吧？怎么会这样子？我们先去收钱，看我就不相信。我决定了，我决定了，不可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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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四驱车不可能，我一定是哪里有问题，一定是哪里有问题，这怎么可能会跑那么慢？我的四驱车应该是粘到口香糖哦，还是粘到什么了？不，我觉得好难过、哦。不要阻止我，我要奔跑，我要在大街上奔跑，实在太难过，太丢脸了。